格外要给大家看看我们拍的啊，我们来瞅瞅。我们你看，首先进去啊就是林荫大道，你现在我国哪还有这样的树啊，是吧？来，你再看下边，哎，你看它从外表上看，对吧？跟个迪士尼也差不多，但是它内秀，你知道吗？而且人家是风霜啊，这个是建在河上，你看这种是非常有特色的文艺复兴的这个顶。这样的顶，你看它好像是有规律，又像是没规律啊。这个很有意思。像走过叹息桥以后看到那个长廊啊，剑桥大学那个叹息桥，哎，对，真的是。你看，这是特别有文艺复兴特色的这种叫拱顶，一个圆，这个圆呢叫拱顶石，都有不同的雕刻图案，真漂亮。你看下边，哎，这是他那里的历史的这个画面，就说等于说当年这个城堡一般是他们贵族打猎的嘛。你看他们这个，哎，当年就是这个样子的，就说明人家一直就保护修缮到现在。然后你看下边，哎，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厨房，你知道吗？他这个厨房啊，就是他这个城堡跨河，你看那挂的都是他们特有的这个铜啊，用铜磨成的那种各种厨具，这底下这黑不溜秋的这大烤箱啊，烤一头牛我看都能塞进去那大烤箱。你看下边，哎，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他城堡建在河上，然后他运送这个肉食啊和各种菜品的这个船呢、啊、就开到底下，用那个绳子起重机给拽到他那个大厨房里。你再看下边，啊，哎呦，你看文艺复兴时候的这个挂毯呢、啊、我就喜欢这个，就残成这个样子，你这多漂亮啊，包括这个人的这个衣褶啊。你在那边没问多少钱吧？哎呦，哎呀，都想据为己有啊。你瞧这个啊，这皮椅子这是什么质感呢？哎，你看看下边，你看这是欧洲的家具了，欧洲家具，你看它这个木雕啊，木雕其实就是艺术品嘛，是吧？对。你再看下边，哎，还是这样，它一个小教堂的这个顶，小教堂的顶，然后你再看下边，啊，里边有很多名画了。再看，哎，这是它这个族徽，贵族这种族徽，再看。哎，你看，在那儿还有玩这个热气球的。你有做吗？啊，你没做。我有拍。再看下边，哎，好，这是到了细肉上了啊，就是这个女人，哎，我们看，我在那儿发现啊，她是一个城堡的主人吗？她曾经是城堡的主人，她叫杜邦夫人。你查查这个杜邦夫人，夫人，我们都听那个解说啊，现在挺重视中国人的，这解说上都有中文的，说卢梭见到她就说，哎呦，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说我见到了法兰西最美的女人。当时这应该法语表达总是这样。你会吗？没有，法语表达就总是这样子嘛，就是毫不吝啬抒发自己的感情。不过杜邦夫人确实很美。不过卢梭真的是爱上她了。这个、他是谁都爱，基本上你看他那书的谁都爱嘛。没错，你说的没错，爱上他的什么呢？对，不是，我知道他这个所以我就说啊，这个杜邦夫人很有意思。女人你看能干天下计，在欧洲的这个文化上讲啊，这个文化文明艺术没有女人组局成不了这个规模呀。你现在想想多少个这个像杜邦夫人这样的贵夫人，她是就这个舍维农城堡啊，我们说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那个学派的什么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都是她的座上宾呢、啊、就常到这城堡、你看就这么吃肉啊。哎呦，我就看她那个厨房啊我就觉得这多少次几百年大摆宴席在里边这个狂欢呢、啊。